欢迎收看《小安》，我是艾利克。今年你们买了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开箱吧。今年过年呢，我去了一次桃园的华泰名品城，大家在上个影片应该有看到吧？那我就偶然的去逛了一个 Coach 我的爱牌，里面有一个包包，我非常的喜欢。那它原价是19800，打完折之后是11000多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我到底要不要买呢？于是呢，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，美国的朋友，请他帮我去 Outlet 看一下有没有我想要的那个包款。那如果有，就请他报价给我，帮我带回来。那么今天货就到。拉在这里，好开心哦！我的爱牌 Coach。那为什么后面放一个史努比呢？等一下你们就会知道喽。那我们就一起来开箱吧 ，Go Go！ 那我们就来开箱喽。好怕把它割到哦。好紧张哦！这是我朋友去美国帮我代购回来的美国的 Outlet。首先呢，纸袋，准备好了吗？噔噔，我取得宝宝。紧张，我准备打开它了。哇哦，很美呢！准备好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当初我看到这个包子，就是你知道，惊为天人，就是它既又可爱，然后又不失时尚感，然后因为它这次是 Coach 跟史努比联名的包包，那它有四个颜色，一个是黑、绿、蓝跟老花。那为什么我想要买这个包？原因呢，是因为。它不是只有这个包而已哦，等一下你就会发现到为什么想买，而且为什么那么超值。那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们，我朋友帮我在美国代购回来这包的价格是多少钱。那就来开箱开箱，打开，它有一条背带。这边有一个钩子，我买的是黑色皮加，这是帆布吗？很精美。再来呢，里面的空间一样是 Coach 的，安妮给它放下去，安妮刚刚好哦，安妮。你我看到刚刚好的 size， 很棒。就是因为我都是使用长夹，所以就觉得那符合长夹的包包很难找，但找到又说又是很大一个，你只是可能想出去逛一下街买个东西而已。我就觉得背个大包包好不方便，尤其是我是属于喜欢小包包，就是实用包的人，就是我不喜欢很太大，那太小的我又装不下我这个长夹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刚好看到这个，那我在那个上次的那个名品城的时候，我有去示范过一次，说哇，天啊 ，size 真的是刚刚好，我就心里就打算一定要得到它，那我就问了朋友。朋友就真的帮我找到了，感谢你，感恩。旁边这边有一个吊牌，看来
没有，精品就是不款呢，一样，就是他们会负责。那这个我就不介绍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他一定会有代购的证明书啊、说明书啊，叭叭叭的。前面呢还有一个，还有一层可以放东西，看看他是不是也可以放得下，因为他可以放手机，手机很方便。哦，里面看得到吗？这个包包呢，它的大小是24×16，浓浓的皮味，非常赞。然后它的拉链扣一样是很好啦，这很重要。有时候你在拿钱包的时候卡住，你知道那个火会上来。对，再来，我要介绍的是，它不是只有这个包而已哦。它还有一个小包包，一家安呢，那么可以给你挂哦，安呢可以挂，它的厚度，我觉得它可以放那个什么耳机，苹果耳机啊，可以放耳机。空间还蛮大的，或是你可以放一些零钱啊，或是杂七杂八的东西吧，就这样。然后磁扣一样有它的 logo。 然后呢，它的这个环呢是扣环哦，扣环是可以这样子，有没有给它扣上去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呢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包包前面有一个环？你也可以把它，好好看，而且黑色我真的觉得好适合男生背。其实它是一个中性款的包包，那我真认真觉得男生包可以出这样子的款式，跟可爱的史努比就叫可遇不可求。就是男生有时候想要装点可爱，但他又不会太高调，就是可爱又时尚，但他又很实用，别出去大小又刚刚好。那不买，所以呢，我就在今年的过年买了这个包，犒赏自己一年的辛苦。对，等一下呢，我把它组装好之后啊，我们再示范给大家。好的，那我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追踪我的 IG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